芭比，你的行李。哦，行李都可以放在这里。Ken， 你不觉得很兴奋吗？好，芭比，来叫一个哦。行。好了。Ken， 芭比。无敌，你们都来了。你们都来参加玉君和逸文的婚礼吗？我们可以一起去吗？当然，大家都要来参加。那还有谁呢？